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帕，那我是G0E D04黑客松的主揪之一哦。那所以就是这个社群已经办了大松，今天是第21次。可是相信很多有参与 G0E 的人都觉得 G0E 就是一团混乱。就刚刚如果说那小鹏说，G0E 不是沙漠的话，G0E 应该是一个丛林与沙漠跟各种地形交织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最近我们开始做基础建设。那我今天要分享一下我们基础建设中近期在1个半月内，我们做了3次，揪了3次基础松。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哦，那一般都会可能有听过，G0E 介绍都会说，G0E 就是一个人坑松的组合，就好像很完美的3个圆。哦，其实这是假的，完全不是这样。其实真实的 G0E 是松松松松松，就是有不同的松，大松、小松，然后以单月和双月分开，大松会是跟蒙点松会交错，然后呢，还有各种其他的松，然后人就会在有松的时候出现，然后有坑，但是有些坑呢，它就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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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走，就不见了，然后就不见了。那基础建设松希望这三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是距离密码，所以一定要跟食物有关。人坑松要变成一个麻花，紧紧的纠结在一起了。那什么时候这个三个东西，人坑松会变麻花，紧紧的纠结在一起呢？通常以3年半的经验来说，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候，例如说你被服贸了吗？这个专案就很快很快就做出来，没有啊，其实做了8个月，然后最后有一组人，有些人在现场那个半夜在 coding，然后还有直播，就是把这个很快的在318退场前把它推出，例如说 Hack Folder，这也是318的时候，还有哥兰伟的时候，游戏化，这都是很密集，有一些人坑，然后加上松把它做出来，然后这是高雄气爆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个急诊看板，然后后来变成一个8000承包开放资料查询站，那这些东西在哪里呢？现在要查，查不到，因为就是距离太多东西了，所以查不到。那人在哪里呢？也有时候找不到，因为距离一直以来，今天大家可能有感觉，就是我们就是用一个自主补位，我觉得这个坑有趣，我就跑去说，我想做这个，然后就开始做。那自主补位的这个方式呢？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草根的这个公民的自主的一个意识，然后行动。但是3年半 run 下来，发现这都是暂时的。那怎么样让它不要是暂时的呢？我们这个居民一直有一个 motto，就是结合甘乃迪和乡民精神。因为甘乃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然后乡民就说，先承认你是你朋友嘛，所以结合起来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是没有人。那所以之前就会说啊，没有人是万能的啊，然后没事就要叫大家来一起念一下这开源心经啊，恭喜恭喜起来，恭喜起来，恭喜，不上不回。可是每一次念完之后，坑到底在哪里，人到底在哪里，常常不知道。可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在 GitHub 上面，都在我们麻瓜可能找不到的地方，例如说。好多开放标案的东西，69K，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查询，公司关系图，这些东西很多很多的专案，在3年半以来已经累积非常多，有些只是资料，有些是前端，然后没有接起来，所以其实在2年前我们就办过一次基础建设松，就是这种100人以上的协作，怎么样用新的工具、新的方式把人结合起来。那因为318之后人超多，所以就办了一次。那这个是全程的直播，那个时候跟这个时候的差异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熟。差异最大的可能就是中间那位村长先生。好，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列了一大堆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都超嗨的，都可以 single sign in sign on 然后 hack folder for hack folder，就是很多 meta 的东西哦，然后人资相关还有什么群众找任务解平台啊，然后104人力银行，然后还有不知道你说什么晚上喝酒写 code 的场所在哪里，之类的。可是开放协作，我们都一直用开放协作的方式，就是揪坑然后找人这样做。可是开放协作的雷区就一直都是太展开，就是可能一个版本变成10个版本，然后没有做完，或是没展开，讲一讲好嗨哦，然后大家就各自拜拜那，然后逆展开可能做一做就回到。对，就是爆炸了。那我们一直想要做人力银行，就距离人
专案或是 跨界的专案的人力银行啊，那做了六个版本，全部都断尾，好、哦，就是每一个都只有一部分没有接起来，好、哦，那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没有人是万能的，可是有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很多其实 NGO 的朋友也会说，哎，俊玲，你都这样讲，那其实真的就没有人怎么办，对不对？这 Peggy 我们有聊过、哦、所以海涛法师就来了。他就说：“哎，这六个版本都没做完呢。”他说：“清水都完全浪费掉了吗？”好、哦，这假的。好、哦，因为啊，哎呀，第七个版本就要出来了。因为这样开发协作的方式有雷，所以呢，我们换个方法。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也主要是说，开放协作怎么样可以进一步，可能就老梗吧，二点零好了。好、哦，就是我在上一次上面的，哎，是上面吗？的时候分享一个 Bluepa 的这个。这个协作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全部开放，就是坑主所有就是工作方式都开放，全部都是为绿色的话，然后如果是封闭工作方式是红色的话，我们现在采用一个新的方式，就是红心洋葱的方式。我们中间有一群坑主是平常会定期耕耘这个坑，然后其他人可以来来去去。那这样我们看可不可以走长远一点？那现在纠松团哦，在举办大松还有基础松的这个团，这个小小的工作团队，一个人五个人，是要告 Kirby 一趴，是我，还有 ET Blue， 然后还有阿端。阿端目前就是跟我们跟开放文化基金会合并，哦，他是副执开放文化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他一半时间会帮助纠松这边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用这种常态的方式呢，把刚刚讲的那些很基础建设把它分类，哦，GVT 的官网的优化，然后人坑界面就是104，然后半松能不能有效率一点，哦，然后呢就是协作资料，现在GVT的 Hackpad 上面有2000多笔哦共笔，然后常常就是就找不到了。好，那所以目前成果分享一下，就是一键开大松，我们一键现在按下去，没有真的买这个键啊，哦，真的其实已经看到有这个产品想要买，然后按下去就会把所有我们需要协作做一个办一个大松百人协作的这个所有的文件都开好，好，目前已经做好了。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刚看到的一部分，哦，就是Awesome GDM 收集了大部分的 GDM 的专案，那很多就是可能各位或是甚至就是长期参与的人都不知道有原来有这个专案，哦，然后呢再来是哦这个很长，超长的，还没跑完，好，很长吧？那我分了，我们努力的分了几类哦，开放，基础建设、开放资料、开放政府、社会参与、新媒体，还有政策共笔，好，哦，这几类，然后中间非常努力的把它分类，好，哦，那个好像有政府单位有想要参考这个。好，然后它会变成这个人力银行，这个是前端，刚刚那个是后端。好，那这个是一部分，所以可能想要让它尽快好的话，请来跳这个坑。好，再来就是跟阿端有提案，就是 GDM Search， 哇 ，GDM 的文件已经必须要自己做 Search Engine， 它可以搜寻很多的Hackpad， 还有 Hack Folder， 哈，哦，还有 Repo 吗？是吗？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提案，可以到先到 GDM Search 来找，哦，这个也还在真人，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在大协作的时代可以有更好的方式让彼此互动沟通协作。好，哦，那其实今天的协作是这个吧。刚刚去拿餐的大家在路上一起抓了很多协作很多虫。好，哦，所以几个大方向，社群内的协作，然后希望说其实很多专案 GOV 或 NGO 都可以再使用，那也希望很多坑是真的继续有人可以补，那坑变成根就是耕耘，它是一个比较常态。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这是Slack， 然后还有 Trello， 现在目前有一个 Trello， 有列了一大堆的事情，然后这是开放的。那我们现在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后每个月会开就是 monthly community hangout， 就是纠松的人会讨论事情，但是开放大家一起来听，然后可以在现场讨论，所以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大的耕耘的计划。谢谢。